大家晚上好。这声音听起来刚刚有像刚睡醒吗？我以为我会睡到十点，因为想说今天只睡三小时，那应该还会再睡个五小时来补回来吧，所以就从五点开始睡，睡到十点，刚好四个小时，八个小时。结果那到睡一个半小时就起来了啊！我最近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，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看一下哦，绿茶牛奶安小圆安小，对不起，那怎么念啊？哎呦，忘记怎么念了，吴成伟吗？对不起，请告诉我一个日一个成怎么念。然后静安安、林子龙安安、詹乔治安安、王一婷安安、林恒宇安安。你消失了，是不是我错了？错了，爱当了。李赫赫安安，王永杰安安，哦，头好痛，忘宿醉一样，我的天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这套可以换掉了，哎，看三个洞、两个洞都放家伙，我觉得好浪费哦，然后又放龙好组，就该是一套。伤害装了啊！我的战友还没出现，所以可以。哦，今天下午，算了，那个人好像不在。想要现在这个声音，就是平常讲话无力的声音。那如果像这样子讲话的话，好像就是比较好听那种，你也知道的。算了，没有这回事。更变装备，太刀，晚点来更新我的装备好了。加护是多保命啊。我要干嘛？哦。我要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忘记了，我真忘记我要干嘛了。我可能都是在打哈欠吧。承接任务，不是？完了，痴呆了，寻找好友啦，这个才对啦。有没有朋友？我去帮他打好了，陪他练等。陈玉成安安，打个字。据点内除了物以外，全部集会区域。截图。他在探索。出现了。哇，出现还不出在第一次。
阿廖出现没啊？没事。
靠要家户也太多了吧。家户达人，那你觉得天啊，我在插什么鬼东西啊？也太安全了吧！达人二，达人二，达人二，阿林北达人二嘞。看破，不是啊，差一耶！天啊，达人，我要什么达人？逆境，夺气，悲咽，好有爱手持铁臂，换掉，弱点特效，弱点特效，安呢？哦，这个叉，这个叉啥？叉超等级三，酱，擦个酱有屁用啊！钻斧防影，耳塞，这能擦啥？解除，钢刃。对，嗨，走了，开心。我在弄装备，不太会弄了。啊，心眼珠啦，然后这个叉逆上逆境珠，好，完美，存起来，更变装备。金火输出，那另外一套叫金火 pass， 火 pass， 金火多 pass， 啊，来吧。现在是不是攻击器没太大用途？没有啊，那天就被 HTT 嘴啊！啊？什么？说攻击器还是有用啊？全攻击？有啊，我攻击器塞满了，拜托。对啊，你看，小心被他嘴哦。我没有嘴人，好不好？你开我开。
看啊，都行啊，我还在配装，看配好的。我还在弄啊，有些因为都没玩太到，然后珠子更新都忘记了。黑的。没有啊，四个洞全都插防音珠而已，然后防音还爆了，因为耳塞升级了。向前，更变更装备。嗯，诺丁特效破坏王地质学，这个可以换掉。落点特效，等一下哦，我没有阿米狗，是我没有参加阿米狗，因为今天的那个啊，今天游戏我没有，我就没有参加了。不是今天没有阿米狗，是我没参加。哎呦，我改标题看看，好，我改，今天阿米狗没繁星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没有的游戏，没有，因为对那款我觉得还好。就没有想买了。今天阿米狗繁星 pass， 繁星 pass， 繁星惊死，怕爆。今天阿米狗就是玩那个公园跑酷啊，那个我还好，那个我兴致没有到很大，所以我就 pass 加护。加护，找到了。哦，三挑战，昏厥、耐心、耳塞。啊，体力足才对吼，嗯，无伤体力，痛击体力，变更装备，储存，挂了，好，我也差不多了。可以拔下来啊。这珠子可以拔下来啊！对啊，八点才阿米狗，所以对，今天八点还是猎龙，所以你们可以十点之后再回来看看我。你们还记得有繁星这个人的话？哦，那么可怜呢。今天的饮料忘记喝，酸掉了。但是它是柠檬红茶，我也不知道这酸是天然酸还是怎样。一天忘记喝就会酸掉，没那么快吧？我家今天很热，
我家今天好像34度吧。好吧，啊，想起来了，客制化吸血啦。什么叫教主那个支持者的截图要放哪里啊？粉专啊，你先到粉专私讯，然后我会贴个样本给你们看，然后你们就贴那个样本给我，然后就会贴 QR code 给你们，然后再写个资料，就可以进突破群了。没有到臭酸呐、啊，感谢捷云200个星星，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嘿，请说，没有到臭酸呐、啊，啊，各自吸血啦吼，气死，越听越迷糊，没有，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到 FB 密我，然后你把那个。截那个订阅的图出来，其实我就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拍你在聊天室，然后有个支持者的东西。我之前算错时间了，我今天就能去说是白痴哦。哇，那恭喜你啊，真是个好消息呢。客制强化，客制吸血，现在。帮我干爹打到想说奇怪，我怎么越打越没有血？发现我没有克制吸血。没事啊，没事，他打过了，他不需要我了。我以为是现在要帮他打也行啊。你会气死哦，帮他打。有什么气的？有比阿汉气吗？干！我手把手教他上龙，然后拍脸呢。跟他讲说可以撞了，可以撞了，给我拍，又多拍了两下，然后说扛错，然后说我按了啊，就说啊太远了，我说你按到哪里？我按到虚浮特去了啊，虚浮特跟扛错你差很远，然后他玩那个什么双刀，我说干你鬼人话就按得到，你全弹射击射不出去。聊天室那位，来。开始你的发言，请你自首。就打那个干的那个吗？你很坏呢。是他很坏。害我脑中风，我想说看我不会晚上开台的时候喉咙哑掉吧？不是手长挡，他还说我趴在龙身上鬼人话。我说你鬼人话躲他，你怕什么？那是意外，靠腰啊！有要帮你打什么啊？也不用啊，不用我自己跑啊。好，那他不需要你帮忙。我觉得，反正你打下一只，你就耐毒插到满就好了。耐毒柱子插了三颗，因为他是主线通关型玩家，他没有，他是16等直接兵员，接兵员的。可以。有钱人玩法。享受一次到底的快感，氪金型玩家。啊，今天要带他的时候，跟他讲，我的地图上有金狮子，你不要靠过去，他一直往金狮子那边冲。不是，我以为那一只就是我们要打，因为你们靠那边比较近。我说，哎、欸，你们三个就没有过去哦。我那时候看你们三个都在那，他说喷火焰喷的好帅，说那火焰那是死光好吗？火焰。是毁灭的喷射红光，黄光。意外，我现在知道了。我还想说，他喷的那个光线可以挡你三条血量，直接冒三次。等等去还债，还完就能继续出资啦。好，好，赶快去还一还。哦，来吧，我们来打巨魔吧。开我开你，好，我现在冰多了，冰坛哦，就你去刷巨甲虫赚钱好了，你先把力量护符买起来啊，力量这我还是可以进去你们的机会对不对？可以啊，这不影响啊，
他不能进来巨魔了。他不能进，对啊。我就有解释啊，我说我们可以，我们我有用来自深渊的比喻。他说哈，那是什么？我说反正就是等高的等高的人可以去等低的啊，等低不能去等高啊。他说这不是很合理吗？我说干。多法就是啊，不管玩什么游戏都是等级低。那请问全弹射击是什么？你怎么会全部射完之后还说我的石头嘞？我没有仔细看，它叫全弹射击。我有跟你讲说，你看一下你上面有没有个东西叫全弹射击的。你说有哎、欸，哪里看错啊？那是意外。我现在一直在那个，先把前面的解完。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蓝色星星的到底要不要去打？都要打，有很多是衣装或是食材的任务。反正先把前面有点点点的任务都打完就对了。有，我跟他讲了。很多。你后面我们的衣装会有提升啊，如果你没有那个衣装的话，你后面的任务会卡住。好吧。所以我才会说魔物猎人是一个你玩一百个小时也玩不完的游戏啊。我玩一千个小时了还没玩。我一直以为它是主线型。我已经快1300个小时了、欸。还没有玩完。对啊。我在一号等着你自杀、啊。我在一号飞下来啦，等一下、啊。快啊，那讲快来找我啦，你还不来。看给他拍死又没关系。一号哪里？前面哦，这里。跳起来。来。我帮。对呢，晚点要有战队服装。哎、欸，对呢，没有先搞一套再跟他们两个出现，真的要搞一下哎、欸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自杀的战俘，然后就会四个人一起被猫送过来。萧轩轩、安安啊，一起是真的好看。怕啥？辣椒。行，怕啥？更变装备。你讲啥？辣酱？要吗？要打辣酱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现在你只是要打五十只而已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我这就顺便打素材啊，不然我来用好了。好啊。